哦，那个是土沙吗？脱沙了吗？那是土沙吗？脱沙了吗？怎么那么大只啊？就是那个滴水溪，滴水溪在于台风季节淹水，然后可能这个鱼又跑到那个比上面，跑到上面田里面去了，然后等到那个雨水退了，雨水退了，那死掉了。死掉，有一只是从那个上面田地拿下来的，还有一只就在这个岸边的。这是土沙吗？土沙啊，还有其他的鱼吗？这个是土沙吗？土沙啊，这个是土沙，土沙啊。对呀，那个头都是那种，好像哦，推土机。你看，你看，哦，就在那个积水溪畔，那可能就是那个大洪水池起造成的。但是怎么会死在这个离水边不远的地方？就在离水不远的地方的岸边呢？啊，这只可能是在那个上面那个田地那边挖来这里的。